假如你骂一个女人，你这狐狸精，她会怎么想？哦，她肯定会觉得，真的吗？现在都不行了呢，以前人家都叫我小狐狸精。大家好，我是1997年的，然后今年21岁了，然后我爸爸妈妈总是要催我搞对象，可是我也没有对象。妈妈，别说。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.01公分，但是1/4炷香之后，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。你再往前半步，我就把你给杀了。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是不是又抽烟了？我没抽。算了，抽就抽吧。你自己想想啊，以后结婚生小孩，自己一个人带着小孩到处给你结钱看病，寄人篱下，孤苦伶仃，低声下气，无依无靠，受尽了艰辛，然后你还救不回来，我还欠你一屁股的债。别说了，还嫁给别人，还操跟别人的心，还要被哥哥姐姐们欺负，想想都觉得好可怜啊。我也不知道。Saying, do you love me, me, me? Remember you put your hand beside my hand. 不行，不行，换一个。有人。看这里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来晚了，都吃完了。服务员，来，我随便吃。不是。我随便进场了，不要点菜了，不要点菜。我们也是刚到，这是上一桌剩下来的，服务员还没来得及收呢。为什么同样是女孩子，就有些女孩长得那么好看呢？腿又长又白，皮肤又好，脸又小，眼睛又大，鼻子挺，嘴巴也好看，哪哪儿都好看，还瘦。你们难道没有发现吗？我们已经为了游戏失去了太多东西了。连朋友亲人的问候电话也不理，连晚上珍贵的睡觉时间也要拿出几个小时来献给游戏。我们如此沉迷游戏，不是在浪费生命吗？当你幡然醒悟，发现你得到的只是一些数据而已，再回头看看那些被你伤害过的朋友亲人和时间，你们不后悔吗？反正我不后悔。我98K 贼溜组队吗？卡里闹彪彪，你一个小舞台要要俩人唱街上去撩小哥哥，我心里想，98年的都是小哥哥，那自己心里多大没点数吗？啊，那都是大侄子呀。
你好，你好，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嗯。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呀？女孩子啊。那你有男朋友吗？我，你说什么？你有男朋友吗？不是上一个问题啊。就是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？男的。怎么会爱上了他？还不是因为眼瞎，放弃了一片森林，被根破草绊倒了。纸短情长啊，写不完你的鬼话。你要我怎么做？怎么说你才能爱我？要我唱几首歌才能？跟不上时代了，不好意思。哦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没想到你长得这么丑，人还是挺好的。你今天不给我一千万，走不了了。天生丽质，但是山鸡哪能配凤凰呢？区区一个店小二，我怎么会看在眼里？我想，我想也不可以，想也有罪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